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好，那这次我们继续来抽我们的那角色，看能不能拼到 SSR。 那这次我们先抽夏日机精选吧。 GO！拜托啦，很久没中 SSR 了，让我中一张也好。什么都没有。为什么都是你？杰西卡什么？都有了。S 啊，这只是什么？私をこの世界に呼び寄せるなんて面白いけど哀れな人ね。あんた名はなんて言うの？感觉好恶心哦，这个好恶哦。这只是这次出现的吧？那个夏日机精选，然后再抽这个。会不会中呢？他停了。哎，没了。这真的很难抽哎。真的很难抽。好，我们来抽传奇的汇聚。让我中。转啊！有了，有了！哇，好耀眼的光！终于有，而且只要中，绝对是我们没有的角色。団長レオン三条、貴殿の剣先の示すところに我が使命あり。帅，我有力量了。虽然我比较想要艾尔文啊。好，那骑兵可以练力量了。私。カコンシスのお姫様なの。連續哇，十抽中两个 SSR， 哇塞，我运气太好了吧？我还以为就一只哎。大陸最強の騎士、青龍騎士団団長レオン三条、貴殿の剣先の示すところに我が使命あり。我靠，三只啊！不过这只会变那个碎片，哇，看这只太扯了。那太扯了啦，连我都傻眼猫咪耶，是本来就是这样子吗？这是抽 PD 是活动精选中，你上面有 S 的，弄你一抽该就则可能获得其他或重复的精选啥。对啊，可是它几率才2%而已啊，我已经中三只呢，而且这个卡夹里面我竟然抽到双子，代表说他没有继续加上。哇，那我其实运气蛮好，我明天要去买威彩了啦。太扯了啦。啊，好爽哦。欸，真的很爽欸。安杰丽娜。我干。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。力量都抽到了，而且力量连那个碎片都。好爽哦，直接突破欸。好啦，
还好我有抽，谢谢大家自己收看。喜欢我们的话，频道左下方不是会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即可打开，让我们一起成为欧洲人吧。谢谢大家自己的收看，拜拜。